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1年12月31号西科站16:23收牌是121次哦。吉永八这将需要影响新竹的，请你守一下上面左边900行全车，等下就会进站，在西科站进站右边，在南下月台进站的，这台也要进站的。13次也准备通过，还蛮开心的啊，对吧、好，在今年的最后一天拍摄43次。来了，13次通过，南线0117，啊，皮蛋豆腐藤啊，绿色带新能机加上，南线0117啊，皮蛋豆腐藤啊，绿色带新能机加上，13次。在西科站通过了，感谢支持落下面的马子们，多多点我们的二级高面。13次是寿陵发车，有南国线上新手云的用三连星13编组，南线0117的皮蛋豆腐藤鸟，绿色带新藤机加车，在西科站已经通过了。12:25，看看自然界。还蛮开心的，对啊，就像今天做现在西科站我弯了弯道拍摄，121有点慢了。有了吗？终于，我终于来了，进站了。121新竹，哎，九八大家去完香港新竹的 Endless 我下十幺面的人九百九，去检查。910区间车，谢哥啊，那小明干嘛咱们多点我们大桌，开启车门，121啊，基隆吧，再继续往前看，新竹的，给你收一下，上面多点我们大桌，910区间车在西科站，你看，然后关闭车门。好，感谢节目，谢谢各位的节目，拜拜。